对哈，伫克里特岛的海岸，真侪港口的船、游客、钓竿，沿着爱琴海找找风景。我们知道希腊那个地方有很多离岛，听说有140几个离岛嘛，哈啊，那我们一般去的就是去克里特岛里面的本岛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岛，比如圣托里尼岛。或其他的一些岛，那这次我们去两三个岛了哈。那在克里特岛的，我们知道凡是小岛旁边都一定有港口，因为要去捕鱼嘛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来到这个港口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有一些人就跑去吃鳊，然后我就跑到港边去，哎，发现有很多人在那边钓鱼。那钓鱼来讲，就是说姜太公钓鱼嘛。有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，那我就靠近去，我就拍了一张钓鱼的东西。我在想说，哎，这个沿海的地方，这个海岸里面有船，有钓客啊，那还有游客啊，我们是外来人嘛，哈啊，所以其实他们钓鱼是要需要鱼，或者是需要消遣。那我是来这个地方是寻找风景，那寻找风景，钓鱼的客人也算是我的风景。比方说，树也是我的风景，船也是我的风景，天空也是我的风景，那个海洋也是我风景嘛。那你钓个，当然你活在土地之上。我们经常在说嘛，你在写文章，一定要有土地跟人民嘛。这在外国，你所看到的这个人，他是外国人没有错，他一样的在这边生活。那你如何要把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带回来？像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在克里特岛的港边的一种生活情境。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就是哦，原来他们这个地方的海港就是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这些旅人到处都是去寻找美丽的风景或者是特殊的风景。为什么要旅游？就是别个地方的地貌地景，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哦。比方说，我们到澎湖去，我们就跑去不新富的那个地方看那个有爱情象征的东西，还有那个岩石啊，所以各个地方都有不一样。比方说，他们中国大陆的人为什么要到阿里山来看神木呢？啊，到日月潭来划船呢？不一样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到外面去，我们就用这种心情去看风景。所以说叫做朝吹风景。那连接台湾心情的部分呢？我家里哈，比方说啊，我曾经。也是海边的人嘛，啊，本来面我在海边的时候，比方我站在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我曾经在我们的海边写过一首歌，那一首歌叫做那个海洋的歌，哦，海洋的歌就是讲海鸟飞过来嘛，啊，那个乌云飞过来嘛，海鸟一只一只飞过来，乌云一缕一缕飞过西，春天流水满满海边边，海甲天亲像是双星，热天星一粒一粒闪闪烁，海底有人在掠鱼，海底有人在掠鱼。同样的海岸，但是我看到的情景这样，我想到的是故乡的海岸的情景。有这种情景哈，所以我在那边拍照的时候，当然我在写这个地方，但是有时候我在看到这个海岸，也会想到那种情景。对哈，伫克里特岛的海岸，真济港口的船、游客、钓竿，沿着爱琴海找找风景。